许小凯 LA 后援会 Hollywood。你好。因为明日之星基本上是我的老师，因为我每个礼拜都看。然后呢，那个评审的建议就是我在做功课的东西。我发现秦老师有时候还学不到这些东西，真的是太感人。专程为了许富凯来帮他加油，希望说他很快可以到 LA， 然后开一个演唱会，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就等着他来了。谢谢，你看看到没有？